听到这里，你应该很想了解要如何喝营养宝时有任何饮食限制吗？只要是您对里面的食材没有过敏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喝。一开始，我们品牌希望打造一个全家大小都可以喝的健康冲泡饮品，减少妈妈辛苦的工作，让全家人均衡饮食。在现在这高糖、高油、高脂及人工添加物充斥的美食时代，至少每天补充一杯原型食物的健康饮品，让每个人天天补充健康的六大营养素之外，更要补充常常被遗忘的高膳食纤维。因为有高膳食纤维，才能将肠道里的垃圾排出去，让肠道保持干净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。所以营养宝石是天天可以喝的，是全家大小可以喝的，是健康或生病时都可以喝的，也是孕妇及哺乳妈咪都可以喝的，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喝的。想喝就喝，随时来一杯，让身体随时保持健康干净。怎么喝？黄金比例，二到三匙的营养品，加上一匙的黑宝石，加上一匙的红宝石，可以直接冲开水，或加入牛奶、豆浆等，泡一杯马克杯大小，真的好好喝。也可以依照每个人喜欢的浓度自行调整，但记得浓度增加时也要多摄取水分，这样才能让纤维质把肠道里面的粪便带出来，让你的肠道健康，脏东西排出来，身体也慢慢恢复健康。营养宝石，一个懂你的品牌，让你透过健康天然的食物，找回身体的自愈力和提高免疫力。